据了解，演艺圈中的影视大亨背后似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，像不久前逝世的邵逸夫背后有方逸华，向华强背后有陈岚，徐克背后有施南生，赵宝刚有丁锐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华语影视圈大亨赵宝刚背后的那个神秘女人。赵宝刚1990年曾执导电视剧《渴望》，被人们所熟知，因为其导演的过把瘾，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永不瞑目。我拿什么来拯救你，我的爱人，奋斗等电视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，被誉为中国言情剧第一档。赵宝刚拍的都是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导演赵宝刚虽极少提及自己的家庭，圈内人都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。他跟妻子丁蕊20多年的甜蜜婚姻，更是被人津津乐道。早前演员姚笛通过微博曝光赵宝刚庆生的照片，现场赵宝刚和妻儿一起切蛋糕，他更是单膝向妻子下跪。二人甜蜜干杯，气氛非常温馨。娱乐圈很多人成名后，没有几个不换妻的。然而赵宝刚却没有，他和妻子已经一起走过了30年，两人结婚后都各自拼事业，没有要孩子。丁蕊漂亮能干，不仅成为著名经纪人，还担任北京新宝源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裁，身家几十亿。直到赵宝刚48岁，他们才有了儿子，现在一家三口的生活很幸福，羡慕吧。